这是小鱼儿的桌子，搬过来了，现在是备餐区，饮料、零食自助都在这里。然后今天我们请客人呢，就在这里把这个桌子变成一个圆桌啊，地方比较小，凑合吃吃吧。看这个是什么？投影仪。爸爸把它连接好 Switch， 他们等一下在这个地方，玩游戏，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装电视机。爸爸在厨房忙活，今天爸爸辛苦了。客人来了吗？条条听了哦，来了吗？来了。Hello。哇！彩彩的，哎，还彩彩有礼物啊！耶耶耶！是一只野马啊，柴犬，可不能给彩彩，它三分钟给你咬了。啊，彩彩站起来了，哎呀！给我们两个，不好意思说的，这是，你两个人谁？不好意思的。另外一个立牌，对。我天哪！啊，我不能收拾啊！不行啊！好吧，谢谢小鱼。那这个没有找到立牌，给你那个钥匙扣。你们一直在玩彩彩吗？是的，就有点掉毛。啊，对，不是有点，是很掉毛。抓狗。好可爱的小哥啊！不过你要不要抱抱啊？嗯。没想到彩彩，彩彩这么受欢迎。你都没抱过彩彩，可以试一下的哦。慢慢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文文妈妈特意送过来的，祝我们乔迁之喜的发财树哦。哇！参观小鱼儿的房间。好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的。哇！这个是哪个？看到，这什么？迷你世界。哟，哦，这个好看。没了，没了。哦，你的呢？面纱，剪裁面纱，不是你吗？这个也蛮好看的，哎，这好看，好厉害呀！哎呀，那到这里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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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！看哪个？哎，彩彩，你好像很舒服吧？三个姐姐，然后抱着你。打游戏，准备吃饭喽！吃饭，吃饭呀！啊，吃饭！嗯，小鱼儿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，小鱼生日快乐！爸爸煎的牛排，乱哟，小鱼儿在炫技哦！嗯，这怎么是圆的？这个，给他吃蛋糕了。开箱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嗯，这个不拿掉，不能切的，就这样吧。一会儿叫你爸爸去舔那个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哇！来，我们唱歌了。你们俩错了，害羞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！哎，你也拍手呀？那我干嘛？好，那我们吹蜡烛吧。先许愿吧。啊，先许愿。嗯，好吧。嗯，许吧。哎，小鱼，哥哥粉是吧？粉都吹到外面来了。来切蛋糕了，小鱼。喂 ，ABC， 你们真的够够了。全部切开哈，全部切好，你就第一块给自己就行了，好。
哦哦，呦呦呦呦，好，睡倒，肯定是的。拿反了、啊。来，这个给你老爸，你亲手端过去给你老爸。难得嘛，大姐没事。啊、哦，谢谢小月啊，还有一个大蓝莓嘛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就是你妈妈的苦难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说的我这要流泪的感觉。好了，快乐的时光结束了，再来玩，反正都认识了啊。